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26岁男星王大陆以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打开人气。日前他受 Nike 邀请参加在美国洛杉矶的全明星篮球赛，期间王大陆与多位明星合照，除了陈冠希和秦舒佩外，南韩演员南柱赫也与他同框，两人五官极像，被网友说双胞胎。王大陆和南柱赫分别在 IG 放上两人合照，并标注对方。照片中虽然灯光较暗，但可以看出两人对着镜头灿笑，双方皆有浓眉挺鼻。过去就有网友认为两人长相相似，这次 PO 照再度掀起话题。网友留言：长得太像，你们是双胞胎吧？还有人开玩笑：南柱赫是王大陆的男朋友。事实上，和南柱赫长得像双胞胎的不止王大陆，南韩演员金智洙就被网友公认为南柱赫失散多年的兄弟，两人还是私下交情很好的朋友。王大陆左和南柱赫右，撞脸翻摄自王大陆 IG， 南柱赫左和王大陆被网友说是双胞胎，合成图。翻摄自南柱赫、王大陆 IG， 金智洙左和南柱赫也长得很像，翻摄自南柱赫 IG。